终于考完试喽，终于放假喽。金盏花，你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我当然是考了100分啊。我爸爸说了，只要我能考100分，他就送给我一个包包。为了这款包包，我可是努力学习了好久呢。哇，真羡慕你竟然考了那么多分，哪像我只考了20分。爸妈看到我的成绩单后，估计家里又要不得安宁了。儿子，你回来了，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当然很好了。真的吗？把成绩单拿给爸爸看看。成绩单已经被我撕碎扔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它影响咱们家幸福和谐的氛围。臭小子，你以为撕了成绩单就没事了吗？啊！哇，成绩单。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